呀，要是整哇个塞，鲸鱼就分开钓，分开钓啊！行，我也觉得它会影响我上我鲸俩鱼。一直我都不想让它离我太近了。哎妈，说好像我吸的离你太近了。至于这边几个塘都可以钓是吧？钓活水，你得再往前走走呗。估计还是得往那种大河面、大水面走，然后那边有水流嘛，然后这边不知道远投的话能不能打到鲸鱼。这条河是海南北部的网红江，远处的桥就是网红钓点。听钓友说，虽然钓不到深山溪流里那种大腿长的鲸鱼，但是这里密度高，给口频繁，肯定是能解锁的。好像没有见到鱼竿呢。对，有鱼竿，这是不一样。鱼要死了，死了。什么？哦，我操！这是鲸鱼吗？哇塞！这边堵，他们堵的呀，很多都死。不是吧，家人们，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这是啥呀？这都是被要过的鱼，没死的这个中了吗？这是？看，你看那里全是死鱼，那就是被毒过了是吗？哇塞，全是死鱼，看到没有？底下躺着的，还有飘着的，哇塞！看，基本就是这种晕掉了、翻白肚了，看到没？只能接着往上游，看能不能走出毒圈。哦，这里有流水，这里我觉得有戏。假如没被毒的话，你每一次说有戏都得，哎，也快走了。这就是传说绝不空军的网红大桥，桥下不仅鲸鱼多，马口也多，不管是啥，先上一条过眼先。在这儿搜一个小时，鱼毛都没见到，而且越往上走，死鱼越多。哇，这里还有淡斑啊！哇塞，什么东西啊？文鳗不一样了。我靠，在哪里？哦，哎呦我，鳗鱼是吗？嗯，在这里，得要死了，好多个。羽泉最近来亲戚，见此状，偷摸躺平了。喂，一会儿你们要原路返回，那我就在这等你们。我要保留体力了，我觉得这条河都没戏了。好吧，好，拜拜，啊，你要是钓上来了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飞过去。上鱼我们自己钓了。宝宝，求求你了，你好了。钓友说，往这一段应该都在毒圈范围里，接着往上游走远一点。哇塞，这里好看喽！这里水流急，而且人烟稀少，非常有戏。钓友已经开始搜索了。搜了半小时，钓友也放弃了。这么大片全下尾啊！你让他上一点人，这样要的话。啊，他会跟着主人过来呀。哦，啊，太难了，确实一条鱼都没见到。电鱼的准备出来了，在哪里啊？我靠，电鱼啊！哦，还真是啊，他们开始拿网捞了。路要两根杆。哎，见此状，钓友索要加速了，也跑在这些新能源大佬前面才能钓到鱼。你钓挂水了？哇，你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。哇，现在差不多跟我涉水库齐平的位置。马不停蹄走到精疲力尽，回头也没了新能源大佬的身影。这么偏僻宁静的水面，资源应该好到爆浆啊。这里被干光光，只能玩下喽。这帮人真的是全电完了。看着那群人都害怕了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。刚刚在那边就已经出来两个，来边又有两个，简直一条河都有封闭。是那水里面那几团你没看到？都是啊，头冒出来那几个，你看。我靠，还真是一片啊！我靠，他们是电到鱼就拿去卖吗？对。去菜市场买能几个钱呢？嗯。炸鱼的我。哇。还有炸鱼的，哇靠，我们真的干不过呀，我们的这个好弱呀，这条江已经路亚百态见完了，都太惨了，啥都见识到了，毒鱼、电鱼、炸鱼，再往下走就看见有一个鱼馆子做鱼的，一个饭店，一条龙全生态。啊，太难了。啊，这往这，对，你们两个的成绩可以过来就行了。上岸这块有个木妈了吗？还要走一条水。对。哎。那他们当时在探点的时候得多牛。慢点慢点，宝宝你太胖了，我牵不住你，然后你会给我带摔的。
钓友说，那个草边是个鲟鱼窝，每次来都能上个三四条，但一定要隐蔽，不要被鲟鱼发现。蹲下来，赶脚还是太明显，找个草丛躲起来，赶脚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，只要耳附近有鲟鱼一定会咬。这时候雨泉说，他好像看到有鱼砸水。钓友说，假如有鲟鱼出现，一定要不停小抽，这样才比较容易挑起鲟鱼的食欲。怎么需要帮忙啊？需要帮忙啊？我操，跟到我面前了，巨大的鲟鱼，我怕他看到我了。我就差一点点。芭比 Q 了家人，估计回去通风报信了，这一片短期之内不会有鱼出现了。鲟鱼胆子就是这么小，只好接着往上游走了。中了。哇，是马口吧？是马口，挺大的。哦哦，哇塞，好漂亮。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条这条，哦，还有有锥心啊，开始有一点点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锥心，就他脸这里会有一些那种面面性的痘痘。哇塞，好大！光能放在那马口也行吗？走吧。山腰索已经不高，这一路太坎坷了，真的。那不更要上鲟鱼吗？叫执着。这条腿都要废了，给我摔的。今天不上条鲟鱼，有点对不起这条腿。钓友说，翻过这个山头，再钻过一片密林，有一片神秘水域，那里是这一带最大的鲟鱼窝。就碗口之前必须得整没地方。哎呀，一个平时天天躺在床上刷手机的人，现在也能爬山，厉害！被钓鱼逼的上山下水。那边，我这个树林似曾相识。来，我拉你。对。哎，慢点点！哇塞，终于，我肩膀。这里水比较安静，不能出动静，所以要分散开来手，不能站在一起。我去那边。芭比 Q 了，连线头都找不到，饿了，还好带了备用轮。这一杆抛的位置很棒，就在草区和岩石附近，只要手法得当，这一杆是很大概率中鱼的。抛了一杆没有一口，钓友决定接着往上游走。今天早上五点起床走到现在，我俩真的干不动了，放弃了。啊，咱们的钓友啊，这是跑马拉松的，这是常言，这么走是到了玩儿去了，真真正上楼我二楼知道的。但待会儿就是黄昏窗口期，也就是鱼的饭点，我和雨泉决定还是回到老地方碰碰运气，做最后的尝试。我操，中！哇，哇塞！哇，马口应该是，虽然不大但不小，大概15厘米左右。你那片云钩的吗？云，好，中了，中了。王一博，王一博，超级好看。坐的那个就是那个位置了，就我们俩刚刚坐的位置。对对对，我靠。我们再是没炸水，估计是窗口期正好到了。没事，这缘分没有办法。至少这两天你见到真的鲟鱼了，让你知道水里还有鱼是吗？这两天我都已经没有了。钓友说还有条路比较危险的深山溪流，比较好钓，明天一定能带我们钓到。